我来到群英会跨界说相声，我非常的高兴，因为我平常啊特别喜欢听相声看相声。哎，我想我不能就这么跨跨界就完了，是不是？我呀得找一个专业的老师，跟他们好好学学相声，拜个师，以后我当一个正式的相声演员。好，您听我说一句啊，这跨界体验一回就行，怎么还认真了呢？嗨，我说小伙子呀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这办什么事儿，那都得认真。您学相声不合适，那老话说得好啊，30岁不学艺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意思就是说呀，30岁不学艺。那为什么呢？人一到了30岁啊，他这个精力就跟不上了。您没有那么大的精力。不对，我跟你讲哈，我的精力那可真是旺盛。我告诉你哈，哎，你别看呐，哎呀，我这年龄哈就摆在这儿，但是我，哎，跟年轻人一样，哎，年轻人喜欢什么我就喜欢什么，哎，我平常就是愿意跟年轻人聊天，你知道吗？我聊聊，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了，话太密了。那我年轻啊。不是，您这把这个心思都放在生活上多好啊。生活啊，那生活应该丰富多彩嘛，我也不用分心。不是，您干嘛非得说相声呢？您是女的，女的说相声发展空间比较窄。嗨，那不是还有发展的空间吗？对吧？不是，女相声演员就本来就少，你拜师你拜谁呀？对不对？没人拜。我呀还真想好了。想好了？我拜师啊就拜裘英俊。拜裘英俊特别好。没霍霍我就行。就拜裘英俊。您就拜他。这样我们就多了一个嘲笑裘英俊的理由。就拜他。拜他行，太合适了。那好。对。哎呀，虽然呢你看他那岁数吧比我小，但是咱们也得尊重人家，对不对呀？尊重。哎，对，比如说哈，逢年过节啦，什么日子口啦，买件衣服，买双鞋，那也用不了花几千块钱。几千块钱啊？对，也几千块钱。是，那比如说哈，他要是过生日了，我得给他送，哎，金戒指，金项链。金手镯，全是金的。哎，对，还有过年买什么？我什么东西都不能买。也不买。给他10万块钱。10万块钱？对。这个拜师学艺，我也得认真，我也得聊表心意啊。我呢？10万块钱是聊表心意。对呀。那我还想呢，我拜完师以后哈，我呢就去4S店。去4S店干嘛？对呀，我给他买一辆小汽车。你买小汽车？对呀。30几万。30几万。好，徐老师。我觉着你那个学习相声的决心是对的。但是啊，你不能拜裘英俊。为什么？裘英俊这个人有小毛病。什么毛病啊？这我也就跟您说。裘英俊这个人。背后说人坏话。这我也就跟您说。咱不是那嚼舌根子的人。人家不行。这背后老爱说别人。你要拜了他，大伙怎么看你？没人理你了。那我拜他不行，拜他。那我就换个人了。换人就行。对，换人。换谁呢？我换回响。回响不行，
回想这个人有小毛病，也有毛病。回想这个人呢，两面三刀。哦呦，真的，当人一套，背后一套。天哪！你别看我平时我跟他关系特别好，嗯，面上事儿，哟，私下我都不爱搭理他，拜他不行。那我就拜李明宇。拜谁？李明宇。不行，李明宇不行。怎么了呢？李明宇基本功不行。哎呦，就他那个嘴，嗯，说话都不利索，有时候都有点跑调。跑调？跑调怎么哪行啊？这是一个外地观众对他的评价。哦，那这么着吧，我就拜许健。许健不行。也不行。许健是什么问题呢？嗯，什么问题？许健呐，嗯，他是。这就不行，不行了，哎呦，就是不行。那我实在不行，那只能拜婷婷了。您先婷婷吧。那婷婷，他是说相声的吗？您就没有半天这么多人，你就没有考虑过我吗？我也是个相声演员呢。你？你不行！你刚才说了。我说什么？30岁以上不能说相声。大伙儿看看，谁能看出来这是超过30岁了？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？我，不可能。您这一看，您最多28。28。我，28，还是虚岁。我28了。我自己知道我多大岁数了。30岁不学艺。31就可以了。合着就是30岁那年，就这一年不能学医。那年不行。哦，30而立那一年事多。那也不行，我不能拜你为师。你说过了，女的不能说相声。谁说女的不能说相声？你说的呀。那中国相声历史上，有多少优秀的女相声演员呢？那谁，和那谁，太多了，怎么就不能学？他们都能学，您凭什么不能学？您必须得拜，求你了，你拜我吧。记住了，你不能反悔。哦，不反悔。你拜我，你得尊敬我。我当然尊敬你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忘记了，尊敬我先生。哎，老师好。老师好。啊，对啊，拜师就得听师傅的话是吧？是啊。今天我跟你说是个特殊的日子。今天我过生日。哦，一会儿咱们去一趟 4S 店。哦，行。我看上一辆国产车，才30多万。你刚才说那个话都算数啊？我当然算数了。过节什么买东西什么的。对，而且再有十来个月就过年了。是啊，你今天晚上你出去看，今天的晚上月亮特别圆，就跟8月15似的。一会儿我请你吃粽子。哎呦，我说你是来这儿致富的吧？不是，你关键你说了，你拜师，你给师傅送礼。我说了送礼啊，但是你什么都没教啊，你什么都没教，你就让我送礼？不是。我关键我什么也没见着啊。老师，我明白了。哎，可以。哎呀，我这有张卡，这里边有500块钱，你先花着。怎么样？好好好，来，老师。可以。行，那今天就这么着吧。我先走了。你什么都没教我啊，合着你拿着卡就走了。他是这样的，就是这个相声这个行业啊，他有这么句话，叫师傅领进门，修行靠个人。这个东西你得悟一悟，你悟一悟。你先悟着。悟什么？我悟了。我悟什么呀？你什么都没教我，合着你把这卡拿走了啊？然后呢？你不教我，我什么也没学到。你这我跟你讲，我呢是认认真真的拜师，你呢你也得真诚的教学，对不对？就不说了，教行吗？教。你想学逗哏还是想学捧哏？逗哏。
好，学捧哏好。逗哏。对，逗学捧哏呐。逗哏。啊，行，逗哏。东哥，你先学这句啊。嗯。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，来说。好。来说。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。好，今天就教到这儿，我先走了。哎呀，还是不行，你得教我真本事。我真会跳。哎，我全不会。啊？哎，快板儿。这个得学，这个打板你打起来是，我你等会儿。嗯。对，这样我给试一下啊。对。行，可以，就练去吧。教什么呢？教啊？这教你打板了吗？那不行。你要学什么呀？你我要学啊，相声的真本事。你看哈，什么报菜名啊，斗公训女，山东二黄，你这些都得教我呀。这些我都得教给你啊。我这么着，这里边是您那500块钱，嗯。我这卡里边还有36000，你拿着这钱啊，拜裘英俊去。哎，你怎么不教我呀？就你刚才说的这些啊，啊，我都不会。说实话了。好，谢谢。